酒多用于烹饪菜肴时使用，主要是添加黄酒、花雕酿制而成。料酒酒精浓度低，含量在15%以下，而脂类含量高，富含氨基酸。在烹制菜肴中广泛使用料酒，主要是为了去腥增香。料酒是用糯米经过浸泡、蒸煮、发酵而酿成的，成分主要有黄酒、糖分、苦精、有机酸类、氨基酸、脂类、醛类、杂醇油及浸出物等。在烹调中加点黄酒，鱼、虾、蟹中所带有的腥味物质就会溶于黄酒的酒精中，在加热时随酒精一起挥发掉，达到去腥的目的。不仅如此，料酒中的氨基酸在烹调中能与食盐结合，生成氨基酸钠盐，从而让鱼肉等菜肴更加的鲜美可口。